같이 어떻게 길이 활용 되와 이리 엉기지 어 어찌 엄청와 어디지도 안 군부 넘어 쇼이와 깜지 한거 이여 이도 과외 되와 가이가 자리 때려 왜 이리 아니 쇼와 활명와 야고 아니에요 왜 너를 잡아가 과이 수시로량성화 어찌 잠자 이것이면 또한 아직 이나시 못고 뻔뻔히 원하신다도 엄마도 저거만 저게 가인 눈에 지지해 저거 어찌 아직 것은 고함이 아직 채워지배나 땅에도 아니 우와 못다니네 못다니네 你若要紧，真能囡仔说落来时阵，就要甲钱，还佮有阿爸关系。所以，真能囡仔说讲，是顾家己阿孙，是我家己好运走不行啊！是我囡仔，伊是我囡仔，你耶，你走路呢？你是要来找伊呐？即马警察是给你抓去，你佮走，今日我真正报警哦！ 临时约我，还有甲妈当的饭局，我要开始，我就挂过来。免着急，明仔要到。是不是来什么朋友啊？
我特别叫我过来。院长专工要甲你说多谢，你敢唔免出面？甲说多谢，上侪讲要甲说多谢，什么时阵我变大富人，我拢唔知。因是有机连锁企业大头家，身份地位阁真高呢。我就知影你很巧，一定有着哦。因就是高志宏、张秀莲阿婆。你什么意思啊？你明知我甲高志宏人阿婆无缘，正经都是因害我去坐家的。先做因跟我讲，前几工啊，伫咧路下看你出手甲伊上神啊，查某囝斗相共。之前我阁无注意到，今麦我才知影，原来迄个相生啊是高志宏伊查某囝。你毋是讲甲伊参无到志无啦？先生毋讲话，你比子婷向伊回信的时阵，毋是真好讲，不过就是讲。你是想要顶百面头前叫做好人，想要到一外头就跟伊斗相共。你现在要对伊向伊好？我当然是为着子婷啊！这件代志子婷嘛做唔到，敢讲我无煞替伊做一点仔弥补？我当然对上司下手嘛，啊若无伊，哪可能愿意接受子婷的道歉？那伊拄则先说白讲话。你现在看起遐尔生气，迄是因为你无应该大主大义安排这个局。你我感觉你是咧怀疑我。张小阳，你把犯罪要做起家，我唔捌去向你的过去，甚至为着要听你，为着要跟你做伙，我讲爸讲小弟一直伫冤家，我搁为着你搬离开台北去泰国待遐侪年，我更无委屈。你现在袂当甲我讲老实话。文玲，昨下头一天跟你做伙开始，才有人欺负你，看你无？我帮文玲做你头一个跳出来，跟伊抢，跟伊玩。今麦我想要听一句解释，够有影困难。文玲，文玲，文玲，放开！你听我讲，我无想要听。是因为你这么无冷静，不管我讲什么，你拢听袂入去啊！感谢。你现在会当讲啊？我甲郭志宏是小玩小人。啊！不过你有我搁办台做你的靠山，你是惊什么？我唔是惊，我只是无想要郭志宏，搁有机会扣我后脚。这几年的时间，咱拢伫泰国，大家无交谈，所以根本唔知我已经改名，叫做张家良。伊嘛唔知我就是办台竞赛，也唔过咱若一见面，伊就会认出来我是赵水坤。高志宏甲爸的交情袂歹，伊绝对袂放我煞，伊一定会伫爸的面头前讲一寡话无。你管他伊讲啥？我嫁乎你的时阵，你是啥物款的底，阮爸拢真清楚。毋是有一句话咧讲，心歹无人知，嘴歹上厉害。你嘛知我即马伫恁兜，根本就无地位，我袂堪咧，搁有人讲一句。
而且为着子婷、子祥，还佮有你，我唔敢搏。恁三个，我输袂起。好啦，无你干妈当伊食饭，再代志我来处理。哎、欸，我总已经报好。查到你，是我这世人上幸运的代志。是啊，哎，应该是这边啊。你是咧看啥啦？我刚才看到咱较早识识的人。我想。应该是我看不到人。好啦，你等啦，走。太谢啊，我迟到啊。不要紧啦。你好，我是郭秀红，是阮太太江秀莲。你好，我是方文玲，子婷的妈妈。小姐，多谢。一听讲油漆连锁在业界出名，我爸搁常常在学咯，讲你的产品用心搁实在。无影啦，迄是饭桶唔甘咸。张先生伊，哦，我讲雄雄身体无爽快，约出来休困。伊讲，今日早起斗三工，小可代志尔，你毋免肯定辛苦来。无喏，反正对张先生来讲，迄小可代志，也毋过对阿爸来讲，迄意义都无共安尼。啊，若无吼，亲身甲伊说多些，讲袂得过啦。是啦，无安尼啦。过几工啊，等张先生的身体有较好的时阵，恁做伙来阮有机餐厅，互阮请。没遐尔客气啦。我阿婆即个转来台湾，时间有限，而且佫有真侪代志要处理。后界啦，若是有机会再佫讲。哪里都麻烦你，替阮甲张先生说一下多谢。莫遐尔客气啦，咱拢是做食品的，生起来伫生意场，咱算是对手呢。希望以后咱两间公司会当保持今日这款遐友好的气氛。我本来想讲甲恁加讲几句啊，啊，不过因为恁迟到，耽误着我后一个行程啊，我还是离开啊。这是我公司做的生日卷，发大家。哎，没送啊。啊，对了。我也生日卷没送你的大福哦，来张。再见。敢是我上过敏感，我哪会感觉伊的态度怪怪？较早吼，迄本档就甲我讲啊，伊这查某囝足欠卡的啦。哎，讲嘛奇怪呢，因家事业做遐大，那无甲伊留伫台湾斗欢，煞颠倒送去泰国。
我若是伊的时段，我嘛会使去泰国。哎、欸，好食无？未必咱的大福较差，差正有济啦。